高雄一间国校体育班的篮球队，有家长指控两个老师性骚扰甲不当体罚，其中涉嫌性骚扰的老师甲学生脚内、手内乌白帮，这样不守规矩的行为已经有十多年啊！学校却干那个记一记新改。在桃园市有国校体育班的篮球队，传出体育组长兼教练，在校队训练甲私底下的时间，利用伊的职务，甲女子篮球队的学生性骚扰，时间有甲十多年。对象大部分是单亲、原住民、外籍配偶、家族世家庭的囡仔，有已经出业受害学生，因的家长出面指控。教球的动作基本上已经超出他的所能忍受的范围，你说身体的触碰，甚至有些教球的动作会去碰触到胸部，不是只有一个孩子这样讲过，很多孩子都这样说。应该心里都会有阴影吧？教练从后面教他的时候会，稍微靠近，或是就是碰从后面触碰他。有些可能已经大学了，对大学生，甚至到现在现任的都有啊。经过性别会议的调查，去用指控的老师在教学的时阵，确实有性骚扰的情形。教育局建议学校处分，不过家长不满，敢记一记新改，也不满五月份提报老师不当管教甲体罚的事件，到达拢无调查，因为学校可能要甲硬甲暗砍。教育局则请学校进一步调整。按师的职务及任教科目等立即性不接触原任教学生的应变措施。教育局表示，家长已经信服，后续在审议的过程当中，若发现学校的处分有需要调整的所在，或者是有新的事情，无排除会重新调查，而且扩大调查这个老师捌教过的学生。若这个老师涉及不当管教的部分，也已经有另外调查当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